怎么了？哎，你们叫几个外送员？这个？13个。啊，几个外送员来？一个人呢？一个人。可是我这边写好几个。是吗？对啊，你看我这边写多名外送员，2名以上合作伙伴。本来申请2个人，叫后来改成1个人啊。啊，为什么要改成一个人？一个人就可以带三间嘛。太热，不行了，不行了。你好，我要一杯中杯乌龙奶，小珍珠。大哥，好，那就大哥。来去啊吗？啊，不要。有一个非常佛心的一个店家，你看杜小月蛋仔面，他说给辛苦司机们肚子饿的，请别客气告诉店员，我们有提供简便餐点啊。天哪，连餐点都有，这个就是司机杜小月的地方啊。之前去，他有给我饮水，还有拿过可乐，这间店真的是佛心来着的。近距离再看一眼啊，他超酷的，黑黑的，在这么繁忙的路上竟然没有人住，只有人太多，每个人都有一小瓶啊，这一栋如果都跟起来一定是发财了，所以我需要度个小月，可以给我点东西吃吗？啊，你好，来拿6C8，是吗？是，对，好，谢谢，拜拜。人来一脚，哎呀。这个文创园区，这以前好像是个监狱啊，现在变成一个非常有文艺气息的一个地方啦、啊。第三呢，这一间呢都超贵，等一下我们看一下一个多少钱。瓦福，什么是瓦福？瓦佛是瓦佛吗？松饼，看一下，看它一个瓦佛要多少钱啊？因为它背面有一个奇怪东西吗？哎呀，不好意思啊，拍背面了，哇哇，好闪啊！你也没写哪一间啊？看一下九州，没有九州啊，这里台北刑务所共同浴场，就是来洗澡的啊。还有男女分浴，不错，干湿分离呢。哇，日本时代就有了。好，妞，来拿五本6CF 的。哦，五本吗？对。好，稍等一下。好。旁边发票都有帮你附在旁边。好，我跟他讲。谢谢，拜拜。好香啊，6CF 有发票的哦。翠秋，他还有 IG 耶，大家可以 follow 一下翠秋的 IG 啊。啊，680，这里也是古代很重要的一个地方。看到一个很特别的颜色吗？这个颜色呢，只有祖先才会用这个颜色啊。里面有人。啊，你好，外送。你好，外送给22号的。好，来。放这边是吗？好。哦、你要跟他讲，好，东西到了，拍个照哈、嗯。他才会知道。好的，好，好，谢谢。我看起来很舒服啊，这是一层一户还是一层两户呢？中间是站哦，哇，背面也是吧？我都不知道这边有豪宅啊。要去哪里？这个、哦，这一套在日本买，我从日本买过来的。好好用啊。好用啊，因为它可以再把它拉出来，这边可以拉出来，可以放披萨。跟公司出的一样。对。是什么？周二晚上啊，突然被插入一个硬广告，哎呀，红灯，啊，绿灯，哎，突然被插着硬广，害我语无伦次啊！他在煮槽，你有看到吗？他咬着一根，哇，好大的槽干，哇哦，大只好漂亮，很舒服的样子。还是我会插，哎呀，doggy。我们来看看这个超大单的10套。Hello， 你好，来拿92A 的。三袋都是。有几个人？对，一人三袋可以拿。一人三袋，哇塞。可以吗？当然不可以，等下会坏掉。你有看我条件？对啊，你真的要拿三袋吗？如果我倒掉，不知道该怎么办了。怎么了？哎，你们叫几个外送员？这个？13个。啊，几个外送员来？一个人呢？一个人。可是我这边写好几个，是吗？对啊，你看我这边写多名外送员，2名以上合作伙伴。本来申请2个人，叫后来改成1个人啊。啊，为什么要改成一个人？一个人就可以带三间嘛。因为你看啊，如果倒掉了，有没有再加一个人嘛？这个单子已经等很久了呢，你再找一个人都麻烦呢、啊。其实我们系统啊做得蛮好的，会同时间到达。这个客人已经等很久了。他已经等很久，可是你想想看，如果我弄3袋，对不对？啊，有的人都是要3袋都可以 OK 啊，你为什么要现在再跟我说这样子要求呢？你单子没有吗？他上面你看我的要求是2个以上啊，你不要把它改回来，你就让他2个以上，不要这样子，好不好？啊？等一下如果倒掉了，有没有？我对啊，一个人拿嘛，对不对？
你干嘛要人家偷改呢？你让另外一个外送员来载，有什么不好呢？东西越多风险越高啊，到时候东西坏掉你店家不就亏钱了吗？不过呢，其实我是放得下的，你看放得下三个刚刚好，这是没有问题的，好吗？不要这样乱改，意义不大，照系统这样做就好了。听见冬天。